想问下，究竟统计下，仲有几多新嘅观众？好似有一半系已经翻睇一次睇，另外一半就翻睇。系，先问第一次睇嗰啲啦。睇完第一次，会唔会有兴趣睇多次？真系有，真系好肯定喎。唔会太长咩？套戏好抵，所以系嘛？好抵睇。点解会想睇多次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诶，呢个其实我见到佢，你讲晒我得噶啦。系啊，喺度嘅今日。其实梗系睇女主角啦。系，多谢。系啊，啱听。都另外两位男主角都系非常之好。咁同埋就好中意啲长镜头人，就包括可能我中学嗰度系啱嗰阵个场景，所以我都觉得啊，即系好多年前咁样，所以自己都想去睇多次。呢个理由唔系好充分，我觉得。即系你可以翻去，即系咩？有冇人有其他原因你会想睇多次？想感染下其他第一次睇嗰啲，係你好，呢個我認得得直頭係啊，係啊，好想同埋 Gavin 你好，咁就其實我都係第五次睇嘅，我第一次睇係七月尾，咁就係睇嗰個嘅係導演優先場，導演優先場嘅，其實坦白講，如果要分享的話咧，咁樣同 Karen 分享就已經分享了啦。今次好坦白講，是因為冇啫入場再睇多次嘅。多謝你。係，其實我本身是叫我媽嚟睇第二次嘅，但係可惜佢今日兩點幾要有一個業主會要開要投票，佢都覺得好可惜。哎呀，冇啫，我嘥曬啦咁樣。咁講咗冇啫先啦，其實。咁多年嚟，Moses 俾我嘅印象都係一個笑片，譬如話係十三姨啊，無雙表姐啊，嗰啲係搞笑嘅。所以頭先喺戲裏面咧，姜圖係攞住個果籃入嚟，你嘅笑聲令我諗起無雙表姐嘅。Okay. 我好少睇你正劇，係咯。咁今次真係覺得雖然係好貼地、好淡淡然咁樣嘅做法，但係先陣考到你嘅功力，同埋先陣係顯到你嘅身價嘅。系啦，咁我有睇到你哋好多嘅訪問啦，咁我都多謝，首先係多謝 Mo 你話要同 Karen 合作，所以先至逼到佢係有呢一個嘅劇本，係啦，咁樣亦都好多謝阿 Karen 啦，咁你好多嘢好有要求，好用心，由歌曲啦，由選角啦，所有嘢，我相信你花咗好多好多嘅心機。其實好多人談論嘅係三個主角啦。但其實我覺得 side cast 咧，其實每一個選角都做得很好。兩個阿爸其實很多人係會有談論嘅，係羅導演啦，即係方程爸爸。但係我反而好驚喜嘅，另外一個爸爸冇乜人談論嘅就係尹若明，佢都好耐冇出現過。阿子軒爸爸即係冇仔嘅先生。咁我反而想知點解會揾阿尹若明出嚟係做爸爸？佢似阿冰平啊嘛，我係知嘅，好少有人講咯。其實要夾到毛姐都唔易啊！講真，即係我講真個樣子真係唔可以太差，係咪先？不過佢以前做我細佬啊。咁跟住真係揾咗好耐，因為我想都講真，因為設定呢個係一個比較中產啲屋企啦。咁我其實都設定咗子軒嘅爸爸咧，佢做廠嘅啦，喺大陸有開廠。咁佢賣咩咧？賣嗰啲外賣杯嗰個吸嗰個蓋，即係我去到咁仔細。而阿子軒個即係方程嗰間房咧，係個雜物房嚟噶嘛。其實一邊係應該係嗰啲紙皮箱，就係佢嗰啲貨翁咗喺度啊。咁即係呢啲我自己心入邊設定。咁所以佢一個廠佬咯，簡單嚟講。咁其實咧，到最後篩選得係兩三個嘅啫，講真。咁但去到揾到我揾人，咪就因為我製片識佢。咁然後咧，佢就俾咗張相我，咁啊白咗頭髮，幾有型喎，真係幾有型。咁我就俾毛姐睇，喂，呢個就係你老公嘛？哇，佢見到佢，你嘅反應係咩？因為我唔知啊，你嘅反應係咩？你講下。咦，咁熟口面嘅，咁於是就攞咗我先生，真係我先生啊，歐丁平嘅一張相。就將佢所兩張相一齊俾啊！知唔知係一模一樣啊？佢兩個嚇到我，跟住就咁，我覺得真係不在他選啦，就係尹若明。不過我好開心聽到你頭先話你記憶裏面我都係做喜劇嘅，因為我最近睇到個 comment 咧就話。梗係佢做啦，即係梗係我做呢個角色，因為佢苦瓜乾咁嘅面口。喂，第一次聽到有人形容我苦瓜乾，有好多人都話：喂，佢淨係識搞笑啫，做正劇得唔得？其實我做過好多啦。
如果大家有睇過不打自己人就知㗎啦。咁但係竟然有人咁樣形容我喎，所以你話記得我係一個喜劇演員，我好開心。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我哋有冇時間？雖然有時間。仲有人想分享啊？即係嗰啲睇過五次嗰啲人再入嚟睇啦。你係睇咗幾多次㗎？我都數唔到啦。你都數唔到啦，係有冇戴濾鏡㗎？都可以有，都可以冇㗎。但我想分享嘅係其實之前我都有睇過毛姐同彭浩嘅導演場啦，但我唔敢分享。而家我敢，因為我都係想話俾你知我諗法。咁我覺得呢套戲其實係有幾樣嘢嘅，有認同啦，有多智慧啦。同埋啟發，亦都有幫到我自己好多，有啲真實嘅故事喺入邊。咁認同，其實我好早已經有認同，就係在於其實好多時我諗母子啊、母女嘅關係都係雙向啦。第一樣就係講緊第一句阿 J 講過嘅，就係長期同阿媽就係話你唔照顧我，咪自己照顧自己咯。咁其實呢句我覺得已經係好貼到我心入邊。我不是人家媽，但是我身邊我弟弟我表弟我見到很多很多這些都是媽媽是不放手去照顧她，很周到很周到，那不要緊，我覺得雙向，但是這些是我自己很認同的位置。另外還有一個我都覺得很記得的，就是一些智慧，就是不用整天理那麼多其他人怎麼看你，那這個是第二個我很認同的位置。另外一些啟發，就是也都可能不是很多人會留意，但是特別一個啟發俾我自己好深嘅，係因為我屋企最近都發生咗啲事，即係連貌説服。咁我一直以為我係一個喺屋企比較主導嘅女兒啦，有好多嘢都係我去話事啊，我好著重嘅一啲比較公義或者我屋企人。咁但係咧，我最近煲咗入場戲啊，入面同阿子軒喺個車度講咗一句話我唔想再同你講。那個是很 hit 到我，因為我咁啱就係我媽之前嗰晚就已經用呢種態度同我講嘢。咁其實唔係有啲乜嘢唔係有啲乜嘢特別大嘅 topic 要講，會講令佢講呢句。只不過係原來我發覺我平時好多好主導嘅同佢一啲啲溝通，會令到佢係咁激憤。咁我令我覺得自己應該要反省下。咁我而家每一次同我媽講嘢，我都諗起嗰一場，然之後我都會通單翻少少。咁同埋我都知道，我諗佢哋淨係要嘅唔係話物質上嘅嘢，咁呢個我都好心。另外我都好想分享係講緊，好多人覺得你講嗰三年係喺度忍啦。咁其實我諗我自己睇到有個解讀係在於後面，其實我覺得係學識咗放生自己啦，有好多 internal process 過之後得出嚟嘅一啲智慧出咗嚟啦，同埋是放生自己，即可能個過程其實不是只是話忍嘅，可能是有很多爭拗啊、內心鬥爭啊，或者是可能攞出嚟發個癲都未整。我自己解讀很多，我都覺得不需要話講空明嘅。我都好中意彈嗰一樣嘢係留翻好多空間俾我去解讀，即係我自己有自己解讀，每人都有唔同解讀。咁同埋最尾一個啟發同得著就係，我覺得原來很多電影是入場睇一次是不夠咯。即係我而家會發覺係呢一樣嘢，係覺得好多電影可能電影 miss 咗好多，係睇一兩次先睇到多啲嘢出嚟咁，都係真嘅。多謝大家。我哋繼續上映啦，好開心有人第一次認第一次睇場，或者係因為你嘅朋友帶你入嚟，你去。不妨一看去看這套電影，希望這套電影的故事經過他們的演出都可以帶給你不同對生活的啟發，覺得這個故事值得推介給人的話，不妨帶多些人入場。很現實的，真的有很多考量，我們都希望繼續上畫，希望上到很久很久，但是其他電影也都殺到來了，我們都想支持那些電影，又想我們繼續自己走下去，所以我們唯有穩守保住我們，希望戲院不會太過殘忍啦、啊！係咪咧？我做到我下一部戲上，上啦！下一部戲我哋都仲繼續上緊。你過隔離院就淨係叫走幾間，我走幾間，好唔好？我哋一路上，因為其實所有嘢我哋睇呢啲，但係可能戲都係睇數字嘅啫。所以希望我哋保住我哋嘅場次，繼續上畫。多謝大家，我哋係咪可以一張相啊？可以啊，真係好開心，今日都滿啊！我哋係咪？我哋